亦都年嚟慶祝復活節咧。我同阿新人呢兩個都喺度嚟計啦嚇，我哋仲有幾多年咧嚟慶祝聖誕節、復活節啊？但係每一年當我哋慶祝嘅時候咧，我哋都會珍惜。啊，好似正話啊，有啲講啊，咪姐起身嘅時候感謝主，我哋有一個嘅啊氣息啊。啊，每一次阿新人呢同我開玩笑咧，就係你朝頭早咧，你就講啦。今日我可以聞到有味道啊，因為 COVID-19 咧，我哋又再睇翻呢個疫情咧，我哋雖然中意講，但係睇翻起上嚟咧，我哋係一個感恩嘅心，就係 COVID-19 咧，就係你係聞唔到嘢，你係食唔到有味道，樣樣嘢都係好似你食緊屎嘅咁樣。但係當你起身嘅時候，你可以聞到你可以聞到嗰啲燒窿麵包嘅味咧，你感恩感謝主，因為神依然保守住你。下次你可以開埋聲啲咁得唔得？特別咧，先有 feedback 咧，你就調下嚇。嗰時喺 Facebook 嗰度咧，喺Facebook 嗰度咧就比較細聲啲。咁今日咧，我哋要睇嘅呢個《哥林多前書》啦嚇，《哥林多前書》15章第一節到20節，正話啊，彼得撈都有讀過呢個經文，《哥林多前書》15章第一節到20節。大家有聖經嘅，大家都可以打開到《哥林多前書》15章。
我如此存，你們也如此信了。既存基督是從死裡復活了，怎麼在你們中間有人說沒有死人復活的事呢？若沒有人死，沒有死人復活的事，基督也在，也就沒有復活了。若基督沒有復活，我們所傳的便是徒然枉然，我們所信的也是枉然，並且明顯我們是為上帝妄作見證的，因我們見證上帝是叫基督復活了。若死人真不復活，上帝也就沒有叫基督復活了。因為死人若不復活，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。基督若沒有復活，你們的信便是徒然，你們仍在罪裡。就是在基督裡睡了的人也滅亡了。我們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眾人便可憐。但基督已經從死裡復活，成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。這裡第二十節講到，但基督已經從死裡復活了。我今天就是當我們在哥林多前書十五章的時候，就是哥林多教會的那些信徒，他們是同樣好像我們這樣問這個問題。我們問究竟在這個21世紀，在現在2000多年之後，對於我們基督徒來說，復活有什麼意思呢？耶穌基督的復活對我們有什麼對我們有什麼有益處呢？有什麼的拉能呢？那我今天我要向大家的分享呢，就是今天我們慶祝復活節，我們是紀念到，我們是相信藉著主耶穌基督的復活，我們的罪是得著赦免，我們的一切的罪過都得著赦免，我們是從罪惡的得著這個自由。我相信我們很多人，我們都很想做一個新的新造的人，我們知道信了耶穌我們就可以做新造的人，但是那些好像未信耶穌的，我相信你們每一年開始，他們都是想，他們就是很想今年呢要過著一個好新的那個年，可不可以好像去年的這樣，一切的壞的東西要離開了，一切的不好的事發生的我都不會再提了，不會再經歷了。我相信每一個人，基督徒也好，不是基督徒也好，都是很想過著一個很新的那個季節，很新的那個時代，不會再一次的好像過擺舊擺的那些事了。當我們看到我們信了耶穌，我們就可以有這樣的權力，我們有這個特權，我們的罪是得著赦免。在羅馬書第六章我們說，這裡說到，所以我們藉著洗禮，今天我們有Peter Liu弟兄洗禮，還有邊一個女也有洗禮，當我們洗禮的時候，我們是歸入死，即是跟耶穌一起死埋葬，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。當我們入了個水出來的時候，我們是洗乾淨了，一切的那些舊的已經過去了，我們是一個新的樣式，就好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裡復活一樣，入去跟耶穌一起釘在十字架埋葬，過後出來就跟耶穌一起復活了。第五節講到，我們若在他死的形象與他聯合，也要在他復活的形象上與他聯合，跟他一起聯合，跟死一起聯合，跟他跟耶穌一起復活的聯合。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和他同釘在十字架，使罪身滅絕，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仆，
今日你接受咗耶穌，你不再做罪嘅奴仆啦。你唔需要俾嗰個罪嚟捆綁住你。就係一次喺《約翰福音》第八章有一個故事，講到一個女人就俾一班嘅嗰啲教，即係嗰啲叫做宗教嘅嗰啲領袖啦，嚇法利賽人啦，就帶住一個女人嚟到耶穌嘅面前。我哋有睇過呢個嘅《耶穌傳》啦，都知道喺《約翰福音》第八章係有一個嘅去俾人哋即係。當佢行金奸淫嘅時候咧，就俾人發現咗咧，就捉呢個女人咧嚟到耶穌嘅面前。嗰啲宗教嘅領袖咧，佢哋嘅意思唔係要審判呢個女人，但係咧佢哋嘅意思係要捉耶穌嘅把柄，係睇耶穌點樣嚟對待呢件事。你睇嗰個聖經嘅時候咧，你做姊妹嘅咧，你就會覺得好唔公平啊！點解要揾捉呢個女人咧？做咩唔捉埋嗰個奸夫咧？捉呢個女人嚟到耶穌嘅面前。當佢哋問耶穌，耶穌摩西嘅律法就講到要攞石頭嚟釘死呢個女人嘅。耶穌你點樣講啊？耶穌就係跪低喺個地下嗰度喺度嚟寫。喺度嚟畫，佢哋唔知道影響緊啲嘢喺個地下度，有冇答嗰啲人？過後佢又起身嚟，佢就問嗰啲觀眾啦：，咁邊個係冇罪嘅？請你攞個石頭嚟掟佢啦！邊個冇罪嘅咧？請你做第一個嘅嚟執個石頭嚟掟佢啦！咁佢又再跪低，佢又再畫。再畫再畫喺個地嗰度，又再上翻嚟又睇下啦。個觀眾慢慢慢慢一個一個，你睇我，我睇你咧，你哋就離開啦，離開啦，離開啦。你又再彎腰，又再喺度嚟寫，又喺度嚟寫。再起身嘅時候，再望下個觀眾，一個一個走曬，得耶穌同埋個女人一齊嘅。當佢睇到個個人走曬嘅時候咧，佢就問嗰個女人啦：冇人攞石頭嚟掟你咩？個女人就冇。我問佢哋：我邊個冇罪嘅？請你執個碌石頭嚟掟你。個女人就冇，冇人執個石頭嚟掟我，即刻走曬。咁我耶穌同呢個女人講：我都唔會定你嘅罪，從今日起你離開，不要再犯罪。從今日起不要再犯罪。我相信我哋個個都係有啲內疚，我哋就覺得自己做得唔夠好，又做咗一啲事，我哋。到而家仲喺度諗翻轉頭咧，就喺度嚟等心等肺。點解我咁蠢咧？點解我咁傻咧？做乜會做呢件事咧？點解會講呢樣嘢咧？做乜會犯錯呢樣嘢咧？做乜我會跌落去咧？跌落呢個嘅試探裏邊咧？點解會犯錯呢件事咧？我哋時常嘅都係。想回轉頭，有時會發那些惡夢來想回之前的事，但是今天耶穌說耶穌的復活的大能已經使到我們的罪得著赦免，我們可以從這個的罪的捆綁得著自由，不再奴仆了，罪的奴仆了。而羅馬書第八章第一節，事實上我們要提醒我們自己，當你不抬得起你的頭上來的時候，當你仍然沉淪在這個的內疚、這個痛苦、這個的自卑的不敢看人的時候，走到街上你都不敢看人家，因為人家知道你的背景，知道你自己曾經做過什麼，你就低頭，頭耷耷，眼濕濕，
見到銀紙都會執，就係、是、我都唔敢睇頭上嚟。我相信你有睇過，有啲朋友係咁樣樣，遇見睇到佢哋，佢哋都謝你行開去，阿伯佢哋會睇到你。我哋佢哋犯咗罪都係你犯咗罪，你做咗啲虧心事。但係今日羅馬書第八章第一節同我哋講。就係、是、你在基督裏嚇，你那些在基督耶穌裏的人咧，不定罪了啦。耶穌講過會定你嘅罪，而你都唔需要自己定自己嘅罪，又冇定別人嘅罪，因為在耶穌裏，耶穌嘅復活嘅大能已經使到你從罪惡嘅已經脱離咗，而不有呢個定罪感啦。你今日弟兄姊妹，好似你依然嘅係。在那個的你講好似那個豬係嘔咗，那個嘔咗喺嗰度，那個豬啦嘔咗咧，我哋時常又翻翻嚟睇嗰度嘅，我哋嘔咗嘅嗰啲嘢，都係嗰啲好污穢嗰啲嘢，時常嘅翻嚟提醒神，神講我已經忘記一切，我已經係饒恕一切，唔需要再翻嚟再提再講。舊事已過啦，唔需要定自己嘅罪。耶穌基督嘅復活嘅嗰個能力嘅意思，首先就係我哋嘅罪得著赦免。第二咧就係、是、我哋嘅生命係有目的，我哋係有意思嘅。當我哋接受咗耶穌基督做我哋嘅生命嘅救主嘅嗰時刻，我哋係得著永生。正話講到永生，唔係等到去到天堂先嚟得著永生。我哋而家就係得著呢個永生，有呢個意義嘅生命，有目的嘅生命。咁我今日當神拯救咗你同埋我嘅時候，你有諗過神啊？你嘅目的在我生命裏邊係乜嘢咧？你要我做乜嘢嘢咧？係咪咁白白拯救咗我就等到？我後上天堂就夠啦。我相信約翰福音第十章第十節同我哋講，你講到呢、這個賊呢，係無非要偷竊、要殺害、要毀滅。嗱，呢個賊呢、這個賊咧就係、是、代表撒旦魔鬼啦。咁樣從前我哋未接受耶穌咧，撒旦魔鬼真係奪取我哋一切嘅。我哋係家散人亡啊！樣樣都係俾撒旦魔鬼攞走曬，毀滅啦、殺害啦、偷竊啦，樣樣事咧，撒旦魔鬼都就趁機會咁樣嚟攞走我哋所擁有嘅一切。但係當我哋接受耶穌嘅時候咧，耶穌講我嚟係使你得生命更豐盛嘅生命。我哋嘅生命係有一個目的嘅，就當保羅去。寫呢個嘅哥林多前書十五章嘅時候，正話我哋都讀咗。佢講到佢喺使徒個裏面啊，即係嗰一班嘅耶穌嘅門徒嘅裏面咧，佢係最少嘅，因為佢係最尾，即係嗰十二個門徒啦。耶穌揀咗十二個門徒過後咧，佢先喺做叫做使徒，因為點解咧？佢之前係逼迫教會嘅，佢攞住嗰啲信啊。哇！你好歡喜啊！你以為你好熱心嘅嚟服侍神，就走去逼迫嘅嗰啲基督徒，攞住嗰啲信去到嗰啲官府嗰度咧嚟講，我哋要審判呢、這個審判呢、這個。當使提反被審判嘅時候，保羅係企住喺嗰度，睇住嗰啲人掟石頭掟死使提反嘅喺使徒行傳嗰度。但係神有佢嘅旨意，就係保羅嘅生命。因為神要揀選保羅成為一個嘅神可以使用嘅嚟傳嘅福音，神嘅福音俾嗰啲外邦人啊！我哋成日聽到咩叫外邦人咧？好似你係猶太人咧，你係外邦人啊！乜神要去做一個嘅使者，揀選保羅係好特別嘅，因為你咁逼迫教會同埋逼迫耶穌。就係當你行到一個墓前嘅時候咧，你坐喺個馬嗰度咧，就忽然之間一個好大嘅光咧，就佢就喺個馬嗰度跌落嚟啦，跌落嚟你咧，你就係親眼睇到耶穌啦，親眼遇見耶穌，
就講主人，你要我做乜嘢？啊，呢、這個就係一個主題點啦，一個嘅成個人生嘅個主題點，因為你睇到主你要我做乜嘢？咁今日復活節嘅大能嘅就係你嘅生命裏邊，啊，今日係一個特別嘅日子，係一個唔同嘅嘅日子嚟嘅，就係、是、你可以親自經歷呢個復活嘅主嘅大能，而你可以問佢主你要我做乜嘢？我你拯救咗我，今日你要我做乜嘢咧？係咪幫伯伯拎手就伯伯去咧？係咪？我空手嚟就空手去咧？都係神啊！你今日要一個做一個失啊目的在我生命裏邊，咁你就會有時問自己啦：我點樣做到啊？我有冇咁樣嘅能幹？有冇咁嘅智慧？有冇讀到咁多書？我點樣可以做到咧？呢、這個就係、是。是靠著你自己啦，靠著耶穌基督嘅復活嘅大能。以弗所書第一章第十九節到二十節，呢度講到並知道他讓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嘅浩大，即係神要彰顯佢嘅大能咧，係何等嘅浩大啊！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。使他從死裏復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。以弗所書第一章嘅講到咧，基督嘅大能啊，亦即係神嘅大能，使到基督可以復活咧。同樣嘅呢個大能係賜給俾你同埋我。以弗所書第一章。他向我們寫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？我哋就問咩大？咁浩大有咩咁大嘅能力啊？就喺使基督復活嘅呢個能力，而家就喺你同我嘅裏面。再一次喺直話裏邊都有啊，分享有經文羅馬書第八章新一節。由我哋每一個基督徒都可以認識呢個經文。深深相信呢個經文，因為羅馬書第八章十一節講到，仍然要基督耶穌從死裏復活者的靈，若住在你們心裏，那叫基督耶穌從死裏復活的，也必藉著住在你們心裏的聖靈，使你們必死的身體又活過來。聖靈住在你裏面，聖靈住在你裏面，我哋依個聖靈做乜嘢咧？我哋要問依個聖靈究竟又做乜嘢咧？聖靈做乜嘢咧？依個聖靈使基督耶穌從死裏復活。OK， 我哋就而家你同自己講：我有聖靈住在我裏面，定我有聖靈住在我裏面？聖靈使耶穌基督復活。OK， 再一次，聖靈使耶穌基督復活，而家住在我裏面。你諗下，好似嗰個嘅空嘅墳墓啦，嗰啲冰已經擠咗好大嘅石頭嚟塞住嘅嗰個嘅墳墓啦，好大嘅嗰個石頭。而第一個人去到嘅嗰個墳墓嘅嗰度咧，係幾個婦女、幾個女人，佢哋可唔可以推走嗰個石頭咧？我相信你哋可以推走個石頭，好大嘅嗰個石頭。而當呢個石頭佢哋諗住咧，嗰啲猶太嘅啲宗教領袖啦，同埋嗰啲羅馬政府啦，佢哋諗住呢個石頭咧係唔俾嗰啲門徒入去。偷耶穌的身體啦，又不讓耶穌的身體拿出來啦，他們想著是這樣的樣。但是呢，這個石頭是藉著一個的神蹟奇事拿走了，不是給耶穌出來，但是是給我們可以入到去來看這個的復活的能力。我們入到去啲門徒入到去，睇到耶穌基督嘅身體都唔喺度咗啦，淨係嗰塊布，但係耶穌喺嗰度。
能復活節嘅意義，首先使到我哋嘅罪得咗赦免，第二使到我哋生命有目的、有意義，第三我哋知道我哋嘅未來係點樣嘅樣。當你問一個人，你有時我哋因為我哋唔係好唔會太板凳啦，或者唔會太顧忌啦嚇。我有時一做咧就講話，你知唔知道當你死後咧，你會喺邊度啊？猜咁有啲，哇冇講死咁，但係基督徒咧，我哋係唔係真係唔顧忌啦嚇？當我哋講到你死後你知道你會喺邊度咧？咁有啲就講，我希望啦，我係可以去天堂啦，我希望啦。英文講係 hope 啊，中文咪講係我希望。嗱，嗰個希望係咪有一個嘅一個好實際嘅，同埋好有一個嘅根基嘅咧？你知唔知道當我哋死後之後，會唔會去到天堂咧？我相信每一個基督徒都會講100%，我相信我死後我會同耶穌一齊。好似今日我哋嘅當中有邊一位係信咗耶穌嘅？而你冇呢個把握，而你唔知呢個，我都唔知糊呢糊塗啊！唔知道會唔會啊？冇定著會啦，冇定著唔會啦。我做咗咁多壞事，冇定著唔會啦，我就冇天掉啦。今日我要同大家嘅好確定嘅同大家講嘅，你信咗耶穌，接受咗耶穌在你嘅生命嘅時候咧，你知道你嘅未來係已經有個保障。你的未來是一個很安全的，有個保障，你會同耶穌一齊。因為啟示錄一章第18節講到，有善啊存活的耶穌講，我曾死過，現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遠遠，並且打著死亡和陰間的鎖匙。這個是耶穌講的，你攞住係活著永永遠遠。而你攞著呢個死亡同埋陰間嘅鎖匙，耶穌戰勝了死亡。當耶穌戰勝咗死亡之後咧，你復活咧，我哋都有呢個確信，我哋都會復活。當我哋死後嘅時候咧，我哋係會復活，同耶穌一齊復活。呢度講到耶穌不在這地方啦，我呢個墳墓係空嘅。因為你已經是活著了。今天我們要活著這個復活的大能，這個經文就講到，就是說我們有這個復活的大能，就是有些事是會使到我們會跌落陷阱，去到一個地步是會死亡的，我們就拒絕了，我們就說 no。 有些的壞習慣，有些的事情我哋係不嬲做會嚟嘅，但我哋知道呢個業族咧就越會帶到我哋去死亡嗰度咧，我哋就拒絕啦，我哋就講冇 no， 我唔會再向呢個地方嚟行，向呢個嘅嗰、那個嘅咁嚟做法啦，因為呢個會帶著死亡，我哋就用神嘅嗰個復活嘅能力嚟講 no， 我哋講拒絕。我們拒絕一切的不好的習慣也好，不好的那些事物也好，不好的那些電影也好，上這個的 internet 的那些黃色的那些電影的那些雜誌的，我們說 no， 拒絕尤其是在電腦那裡，我相信我們是很容易的會被這個吸引，會進入那個電腦裡面的來看一些東西，都是玩一些的遊戲，你說你會中啊中啊中很多的，幾多萬幾多萬的了，我們拒絕 no， 因為復活的大能現在住在我裡面，而我們是可以說 yes， 可以的，帶著生命的神，你帶領我去到那個方向，是帶著生命的，因為神的能力是住在我裡面。由今天的復活節，我們可以啟動Activate 启动耶稣基督的个复活的大能。怎样启动呢？首先相信，你要相信。
相信啊，呢個復活嘅大能唔係淨係一口頭講嘅相信，你講出嚟，而咧你要採取你嘅行動 ，act on it。相信講出嚟，而採取行動 ，act on it。好似每一次人哋同你講，好唔好我哋好唔好我哋咧就做呢件事啊，一個 project 啊，你會點樣回答咧？你會講好啊，我哋一齊啦，亦參與小組啦，好啊，我哋一齊啦，我哋探訪啦嗰啲病人啦，好啊，一齊啦，都係你講 no， 你哋去啦，你哋去啦。Thank you.